者于志伟台北报道。环宇新闻台主播朱琦于林在尾牙宴上 FNET 一道成名。受风导奶主播日前更被曝过去是陶曼曼老公的追求对象，引起不少话题。他昨天担任美容仪签约记者会主持人，透露经纪人曾希望他拍去写真集，结果却被他冒去死了。朱琦与程湘甜美曾是中山与高君华、东吴校花，因经纪人认为他在主播专业之外有更大发展，全力往综艺节目、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冲刺。据一周刊报道，之前他经纪人希望他能因粉丝要求拍写真集，虽然曾经出过写真年历，但他却十分犹豫，反而对经纪人开玩笑，去死了，我不敢拍，但也坦诚如果能克服自己心理障碍便不会排斥。朱琦与伟牙导演一战成名，翻摄自脸书，朱琦与长相甜美曾是中山与高君华、东吴校花，反摄自脸书。